宁儿，楼哥，你在干嘛呀？宁儿，我在挑这个洋葱的种子呀。你这个洋葱的种子怎么那么小？我们家自己种的，肯定要小了。楼哥，你怎么有空上来了？上次你不是说洗衣机你不会用吗？我今天就上来教你怎么用。真的吗，楼哥？对呀。那楼哥，你进来坐嘛，我哥哥也回来了，我把我哥哥介绍你认识一下。你哥回来了呀？对。哎，好。走吧。好了。来，龙哥，这是我哥。哥你好。谁是你哥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是谁啊？他是我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哥，你在外面急需要钱的时候都是龙哥帮忙的，而且他还送了我们一部洗衣机呢。一个大男人天天往我家跑，我妹妹还没有结婚呢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赶快走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快走。龙哥。哎，宁儿。对不起啊，我哥哥在外面遇到一些问题，赔了一些钱，他的心情很不好。我哥哥平常这个人很好的。没事的，宁儿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。今天本来就是找你嘛，想给你送个礼物。你怎么又给我送礼物呀？你给我们家送洗衣机，而且还帮忙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没事的，宁儿，你等一下我去拿吧。宁儿，罗哥，你猜一下今天我给你送的什么？我猜不出来。你猜一下嘛。我真的猜不出来。当当当当，手机呀。对呀，宁儿，你这手机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没事的，宁儿，上次我看到你那个手机都不能用了，所以这次我过来就给你带了一个手机。你拿下吧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拿着吧。不行，你们在干嘛？没干什么。哥，他想送我一部手机，这手机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什么手机啊？我看一下。嗯，哎，不错嘛。哥，这手机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要。怎么不能要了？他吃了我们家的饭，怎么不能要了？我先替你们保管着。罗哥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哥，这手机我。刘哥，你这手机你拿回去。没事的，宁儿，这个手机本来就是买给你用的，你就拿着吧。但是你这手机太贵重了，我真不能拿。这个手机我放在家里面也是放着，没人用，你就拿着吧，宁儿。那你可以把它退了呀。这个买来就不能退了呀。不能退了。对呀，你藏好了，不要被你哥哥拿走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拿走的。对了，上次你哥哥不是在外面出了一件事情吗？处理完没有？处理了一些，但是还需要一些钱。宁儿，你遇到什么困难你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农场就在那上面，你也可以来找我。好。你也可以用这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嘛，好吗？好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宁儿。那罗哥，你留下来吃点饭再走啊。不吃了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那楼哥你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楼哥。哎，怎么了，宁儿？你明天还会上来找我们吗？你想我来找你吗？你应该